有够可爱。虽然我比较喜欢起直的，当初担心抽不到狗哈哈的我真是太多虑了。开走喽。加油加油。看你几抽打脸。我上次是怎么抽的、啊、我忘记了。超丝袜抽嘞，没这种事。丝袜。自由职业者。能怎样抽？好卡。真的很卡。你的独创玄学耶。独创玄学。哎、欸，你们的护符之前用掉吗？枪。开啥？超级卡子用卡都觉得好像自己会中，就都是没有，只是因为效能太烂了。Rubai， 哈哈，错觉。对，就是错觉这样。哎、欸，不是哦，怎么？是中啥？牛肉丸 ，OK。没丝袜的阿丑飞起来，狗狗，真哦！火把举起来，叮！可恶，牛肉丸。
他。我、哦、这次抽没什么礼装哎，这次礼装这么难抽吗？可以安心删阿丑好友的。什么？放。删我泄愤一下。好了，删我，如果你觉得可以抚慰一下心情就不错。终于有一个礼装了。私心礼装，疾风怒涛。即将播放三十广告铃 ，commercial break thanks。他自己就是大佬了。换上礼装之后，奇妙森的那休息时代仿佛又重新回到了我身边。感觉狗狗是比较这个病比较年纪比较大，是不是？啊、感觉狗狗年纪比较大。再说一次，不是我说他这次他这个泳装啊，泳装是不是年纪变比较大？换泳装哦！不错，礼装又来了。今天抽到剩40抽的时候就休息了，没中就算了，剩下的等下周抽 BB。下周 BB
是啊，为什么我连一个无限武装都没有啊？二十一该消业障了。我这是连个五星礼装都还没中哎。我只觉得他是法老，感觉没爱。要下去了，要下去了，感觉凉了，凉了啦！给我，每次觉得卡了好像是会中啊，一切都是效果，都是四星礼装哎。这是抽的不好的意思吗？这次抽的没有很好，目前没有抽的很好，最后是抽了。有牛肉丸，阿愁，我连一张礼装都没有，你跟我说不好。QAQ。阿丑，等等 ，DC 问你问题。有。广子是谁啊？这是谁啊？狂阿塔哦，怎么歪到狂阿塔去了？阿塔喵喵。你音锁一下，不用，你等一下那个啊，等一下我们赖就好了。少管一切。彻夜狂欢，不过当下还是觉得若隐那个比较夸张一点的，若隐那个蛮夸张。我是想用画面给你看。你是想画面给我看？现在 LINE 不是可以做桌面分享吗？也可以啦，我用 Discord 可以了。没有，刚歪到阿塔喵喵，狂阿塔。三彩，看中了！来了吗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哈，欧洲人 ，VU Zero GL， 采光，我下去了。MDFK， 杠脸，烧，可以走了。可以走了。恭喜。阿丑，你已经不需要丝袜了吗 ？QQ， 以山，以山，我才刚问完就出了，是啥？是啥鬼？这是在哇靠！所以不要说太死板的话，让我们好好享受这个暑假吧。呼呼，你他喵的竟然还是呼呼吗 ？QQ。不是说很飞，刚才看我的剧，看舞台剧了，大份额离开我的台，去洗澡吧。
走啦看剧了。走啦看剧。刚刚剧有破完。这次看到很多单抽出了。这次看很多单抽出了，真的、哦。有神灵加持，我的夫妇就一张破纸。我的呼符是辟邪纸。的呼符是辟邪纸。那这是五符五星礼中真的难抽哎。然后重者看到都不会来。话说阿丑石头跟呼符还有好多 QQ。有很多，嗯。这就是在三周年二十一抽 CBA 的力量吗？嗯。少少出真好，好。我最后是几抽啊？最后好像是三十，欧洲传奇，三十几抽。我也想当个不氪金的好孩子的哦。我也想当个不氪金的好孩子。Plus one， 加一。就来刺激我们的，不是，我要卖东西啊。散了，撤了。这整个心很累。下一拜不好说啦，比比听说也不好抽。停。停。停下。怎么了？你不要把牛肉丸卖掉啊！为什么？别人抽卡都白抽，他的抽卡都自己。哦，干，差一点按。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的。直接把泳装牛肉压掉路。哇！我想说顺手吧。先说一下。操作，你这卖掉。操作，吓死我了！我好像有一次也是这样子，不知道干嘛。这要说一下。就真的要删好友了。到没？抽到了，八九十个。抽到了啊！抽到了，少少出。阿丑就是欧洲人，叉 D。已经不需要什么丝袜了。Curse lit, curse lit, curse lit。
中请好好珍惜要练啊。要先把 CBA 练起来吧。很多人都在哭泣，前面的都没练完了路。插低，练不完了。阿丑表示练等可以练级，不可能。哦，右上那个好香哦。会交错，自由本跟主线会交错。达成主线条件时强制主线。强制主线。24、14，但是我激光质感还是不够，永远结冰应该是够了。终于蓝丝可以起飞了。好，关台了，关台了，咪没有开，先关台了。然后杰森贝还在线上的话。等一下，我开 Discord。